晚安，已经吃饱饭了，今天吃的比较早，那可能各位会觉得奇怪，我今天怎么多放了这一个？这个是一只瓜牛，那瓜牛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因为我在我的院子发现几只瓜牛。跟我以前见到的瓜牛都不一样，因为这个瓜牛是白色的。是白色的，我觉得很神奇，怎么在这边野生的瓜牛也有白色的呢？我知道我们国内的一个繁殖场有些人他特别会去繁殖那个白色的瓜牛啊，可是像这种野生的啊，各位可以看，它确实是白色的。这个肉确实是白色的。那刚才我已经有放饵料了，那鱼现在慢慢会跑到这个里面去抢食了。那一旦有鱼开始在抢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会吸引更多的鱼过来。那我们家这个瓜牛有两个品种，一种是一般的那个褐色的，一种就是白色的。那褐色的我都把它抓掉了，那白色的我就故意不抓，让它在那边繁殖。我们家有白瓜牛。所以我就看到三只白狮，我就没有杀它。一般的那个，我就跟它，那你要弄个箱网，专门养它们的，养白瓜。看能不能养多，然后查一下资料。你看，假如。那个缸子里面那边有一只，水缸旁边，透明缸。肉是白的，外壳你看不出来，但是身体是白的。因为我呢，有一天在这边发现三只，两只白的，还是咖啡色的。你就是，那就是我们保特瓶，保证你真不养的那个，然后立起来，水在上面。因为它真空倒插真空水在上面，对啊，变成立体感就好像有了，那很早就有。
现在白瓜鸟已经露出身体在爬行了，它确实是雪白的身体。这完全是野生的，在我们花园里面发现的。
鸟的鸟的那个吗？上面。
今天的雨哦不大赏光，不过还好我们有一个意外的访客，就是这一只瓜牛。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很久没有好好看看看一下瓜牛了。雪白的身体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那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说这只瓜牛是纯粹野生的。看来我们还是可以来替这个瓜牛哈、来拍一个专辑才对。瓜牛的动作迟缓哈、那真的也是个蛮好的拍摄对象。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就在瓜牛啊，白瓜牛的曼妙舞姿当中啊，做个 ending。谢谢各位观赏，我们下次再见。